太不故意的呀！我的天呐，恶心人，这就是在那恶心人，你看见没有？全军出击！快点吧，就三千豆有啥的？三千豆不是豆啊，蚊子再小也是肉啊，那怎么不让我赢？太有理了呗！他有对儿，他不出，我都给他发信号，你是美眉还是哥哥？他啪一下出个六，这是我暴躁吗，兄弟？这是我暴躁吗？这跟我暴躁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恶心人吗？这是不恶心人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这还给他说两句？哎呀，我天哪！给我气完了，给我气的。给我气坏了！我陪你。怎么的呢？什么意思呢？插个眼儿的，学个二级抠，慢慢抠的。我们还有两瓶药呢。抠你一下。给我气完了，这你俩可追不上我，没完了是吧？快点的，要干哈？这还交闪？哎，这还交闪？交闪干嘛呀？真是的，谢谢唐僧肉。来个这个，还有3分钟开奖啊！直播间有个飞机抽奖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我扣天使闪现 E 就杀了，天使没有闪现呗？我一没蓝天，二天使有闪现，三蓝枪搁旁边，你让我去杀天使的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就这水平，标题没改，我看看，等会儿啊。咱俩互抠，我看你能不能抠得过我。我抠上了还抠我。等个皮啊。来个三级抠，互抠，好像有点抠不过他了。这小子抠有点狠了，当个皮
哎。我马上升了，你知道吗？来抠你一下，再见。谁呀？乌鸦呀？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没有人啊这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现在零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这波只要你来，那就是100%中奖了。那不永恩给我打信号说来人了，没有人啊！谢谢皮卡丘，谢谢二货道士，现在是50%了啊，50%了。谢谢兔少30%了，三分之一了。中国上下5000年历史讲解一下呗，那你得交学费呀。还有9秒钟开奖啊，1/4，谢谢发黄的照片。1/7，天使人呢？你居然对一个爱国者收学费，老弟，你历史老师不收学费呀？你历史老师不得有点工资啊？你要饿死历史老师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走，帮一波剑圣去啊！咻！别！哎，打不着！别！兜追，回家了。9年义务教育，那你交点书本费吧，我给你买本书，买点书。我给你买点书，看我后边5年高考3年模拟没？我已经无敌了，这
这小天使上哪去了？他是不是上下路去了？哎，天使在下路没？啊，天使在下路呢。这波无敌，没有遇到天使比较难受啊。那他传送了我也没办法，那能怎么办？你说他有 R 吗？问问队友有没有 R 啊？没有 R， 这波把天使杀了。快有了，快有了，有什么用？快有了，谎报军情。走回家，无敌了，美甲的窃魂卷。啊，不行，不能美甲的。咦，这有人头啊！哎呀，可以，兄弟，我先扣他一下，剩下的咱就管不了了啊。拍地板扣一下，吃个小饼干给我杀 ，nice 啊！完了，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。哎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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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吃口屎，来剑圣砍他，我们往后边点。蓝枪刚死嘛。我有 R， 他来杀他，你留个 Q。刚说留个 Q， 你就把 Q 给用了。这个钱我们给抢了啊！抢完以后，我们正好美甲的窃魂卷加上小皮孩，我们一会儿直接就回家能出了。收波兵应该就可以了。别收我，别收我钱啊！收钱也行，正好吃波塔皮。呀，这不无敌了吗？要我这直接世界专注啊！我还什么美甲的窃魂卷，我两件套了。拿下！下去看看这摸干了，摸干了，先杀摸干了，摸干了有盾。并且有个秒表，让他放不出来盾和秒表。让你看看我再续去吧，拍地板。减速我，今天你走不了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你指定是走不了，咱俩指定是没完。你想塔下走，你指定是走不了，小伙子。气死我了，你妈的这乌鸦多管闲事儿吗？这乌鸦，这不多管闲事儿呢吗？这么烦人吗？真能管闲事儿。这个老乌鸦，我就不把他杀。你大爷！给他扛一手塔啊，兄弟，可惜你还是死了。我扣你一下。这蓝枪有闪现，不过还好我们没有美甲的窃魂卷。呀，一千块钱呢！我大招差一点时间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不是装备，这不是装备，我这勾引他，然后等我们大招好，我回头秒他的。我们没有炸，刚才有炸直接能秒。
如果你不懂，那说明你层数不够。那跑远一点再回去，他不追了咋办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这他妈也没让我动啊，这一下不让动，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临时把大给放出来了，还行。大死了俩，还可以，600块钱。下件装备来法杖帽。小龙又没了，小龙没了，没翻盘点呢。剑圣不出动攻，出这么个破玩意儿了。我估计这乌鸦100%得过来。哎，他不往左边走，好难啊！这位置有眼儿，我还不能。哇哦，哇哦，兄弟，哇哦！我没想到啊，这么猛，老莫干了。这里边指定全是眼儿，我都不知道往哪走，现在全是视野，你知道吧？把中路线推了吧，那没人，整个地图上没有人，消失了。1000可以。你让辅助给单杀了，确实是行。别的咱就不说了。哎，给盾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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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这最漂亮，给我挡一下，快跑！快点回家啊！这不行，这辅助这哪行呢？美甲的窃魂卷，哎，这减速太烦了，这么多减速。这是什么反应？嗯？这是什么反应？打团打不赢，现在我们得去单带。现在打团应该是打不过。
因为剑圣的装备他没起来，你知道吧？剑圣的装备要是起来了还行。这边永恩没来，小龙我估计又是对面的。哎，这好难打呀！快点来小龙啊！我们不行，要一波吧，要到后边吧。除了永恩，俺们家没有有用的人，这都没啥用。人家乌鸦吧，3-6，虽然是3-6，但是人家有用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，兄弟？1650，哎呦我操！我开谁都打不过，不是我开不开蓝枪的问题，我开谁你们都打不过。就这个玩意儿，这个玩意儿加这个玩意儿，就你们仨加起来一共人头没超过3。斗地主都是最小的牌。这得去单带找机会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不行，这得去单带找机会。啊！我操你个妈的！玩呢？啊？玩呢？